相兼实力创作派歌手毕书尽，近日为了新专辑跑遍台湾各地举办签唱会，这一回终于回到了台北。前来朝圣的粉丝挤满整条西门町电影街，足见毕的魅力。为了回馈粉丝，毕还特别抽出两名幸运歌迷上台。只见毕不但邀歌迷一同合唱，还瞬间变成撩妹大神，一下在粉丝耳边私语，一下又搂肩享其人之福，真的超会的。不会，就是为了两位，因为两位上来都已经很紧张了，所以觉得丢给两位一个任务，算是任务，然后跟我一互动，比较让两位比较不会那么的尴尬，或者是不会那么害怕这样子。为了做自己想做的音乐，这张全新专辑里毕包办了六首创作，其中还包括首度挑战填写中文歌词。由于今年毕并未入围金曲奖，这次的专辑毛起来创作，对明年金曲有信心吗？其实去年就有定这个目标做专辑，但其实实际上的时间没有那么的充足，然后也自己的 idea 也还不够那么的完整，所以也希望是今年的所有创作也可以接下来的专辑其实是希望可以全创作，那不行还是一样尽力做自己想做的音乐送给大家。